我选这块定胜糕，因为目前为止这一季一集都没有赢过，漂亮，什么都没有。 不行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舞动一点，做一个不再害羞的成长了这种长大了这种感觉。都懂都懂，非常大了。你为我长大了。这样亏跑边吧。不是这个手臂组合是怎么回事？手臂组合。这我们老误会了。这样给你换回来，我们换。这就跟什么呀？都给我露出来。不是为了见我的锁，特地在健身房跑了40分钟。谢谢你，辛苦了。可以了。你看嘚瑟一下，我也曾经站在那儿看着他，结果我一步一步。 走到了他的身边，帮我抽吧。我一定不能辜负他。结果我还差一点。说你都不给我扇一下吗？你不是说要本身男友力吗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。不要生气。我以为你会更懂事，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下一个阶段？就是更熟一点了嘛。上一次是没有那么熟，对不对？ 这个力度还可以吗？不要过来了。算了，先把公作做完，再谈私人感情好不好？蔡徐坤，你很专业的。咋的？你方康他手机了？<笑>不是，我说我在不同的节目上看到不同的男孩，我都会说同样的话。这个我接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。我是有原则的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不是你的唯一，那你就去追别人好。没有，今天只能做最后的决定了。等节目结束再说吧，你们不要烦我，我开始录制。鸡眼，鸡眼，鸡的眼睛在哪里？在眼睛上面啊。 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，不可以。他说不算。等一下，谁说不算？刚刚谁说不算？他穿那个蓝色衬衫里面蓝色衬衫的那个是吧？镜头给一下，蓝色衬衫是谁？蓝色衬衫。而且他很凶哦，他说不算，这你让他算？算不算？算不算？算。来来来，坤坤又一个，得表演。 今日又见所，美貌又变多。哇哦！好，他爱上了我，有没有结果？失忆啊，失忆啊，失忆。山风，这么火了，给你山风吧。一般当女主角开始看着窗外唱歌的时候，你就要说：“哎，你的歌声很嘹亮啊。” 你唱的真好听，是吗？没有啦，那是你唱的好。<笑>这是一个错答。错答，这题。那我唱给你听。哦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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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啦，没有你唱的好听。那我唱给你听。好。
口气把我们的镜头都弄得有些雾面了呢。好热，哎，好热，开点窗，师傅，师傅开点窗。师傅别理他。擦擦擦，再做啊。给你 P 一个。谢谢，心疼人家了。空空给我围的，我可以披衣襟吗？可以。你自己披呀、啊，我都是别人想到给我披的。哇！耶！在水门内，你大胆的爸爸，我不怕死嘞。不是，我要是你，我一下拔两根。不不，我还是要保护好我的锁，不然会生锈哦。哎，你先别拔，我看一眼好吗？就在这个时，就在时刻。你牢牢地盯好他。哇哦，我没有爱错人。我想来个痛快的。你给他个痛快。拜拜拜。开始就是说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原图。哎，那我想看你那个水掉下来，然后你要那个，然后还要先、哎、要先一下头，然后还要那个，你哪一根？这根吗？这个。你觉得把哪一个水多？你让他做那么多动作呢？这个、没点水支撑呢？这个绝对有水。这个，怎么会有人在找哪个有水啊？还想要有水？你那动作不就带水的吗？你水量大一点，要不然头发的水对，要这样的那种。你想要想看他有水吗？对吧？回去看，终于有给我定下来。这样，要这样。哎呀！哎呀！是什么情况？这把好疼啊！来痛快，我来了，痛快，好不好？你坐吧，来喽，来喽！来喽，来了！哇，没掉！好遗憾啊！好遗憾，真的什么也没看见，我头发在这儿了，太遗憾了。那段应该是收费的呀。对，好累啊。这样是吧？这样一下，然后，哇哦！眼睛你看一下，哪胎拍他？圣哥，哪胎？对，对着他，对着他，然后眨一下眼睛。来喽！好，我来喽！使点劲！能不能快一点？他我抽不出来呀！行吗？哇！为你而做的。洗澡了，哇、wow ，好帅啊！哇，他睫毛上都有水珠啊！对，你观察的这么细吗？睫毛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真的